羚羊夫人来上课了。同学们，你们长大后想做什么职业呀？羚羊夫人，我想当一名挖土机司机。乔治要起床去上班了，变身挖土机司机去工地喽。呀，路上这么多石头，让乔治把这些石头挖起来。送到工地，到工地啦！把石头放到吊篮里吧。乔治还要把这些石头都运到吊篮里去。第二批石头到货，乔治的工作完成了。羚羊夫人，我长大后想当一名消防员。佩奇来消防局上班了，下车。进去吧，搭电梯上塔楼巡逻。糟糕，城堡那里着火了，赶紧去救火。坐上消防车，盖好车盖，前往城堡。就是这里了，掉个头，升起水枪，开始灭火吧。佩奇把火扑灭了。我想当一名画家。瑞贝卡骑着自行车来到了树屋，她要在这边画画。就在这里画吧，准备好工具，可以开始画画了。画好啦！哇哦，画得真好看！